看到的，不管是太阳能面板的再进化，还有氢能的回收，循环这个材质的再利用等等呢，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提到可以减碳，减这个相关的二氧化碳的重要的技术的步骤哈，所以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工业园在做研发，协助产业发展。现在我们可以做的，这跟半导体业的一个氢的回收，那将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氢能发电，还有氢能的做燃料。